今天的 TMI 是中华小曲库，想看看小宋的曲库里到底有多少歌呢？拭目以待吧。首先，我们第一个小游戏名字叫做“看词唱曲”，请你们给出一个提示词，根据该提示词唱出三首相关的歌曲，共有五次机会，顺利完成三轮则算挑战成功。第一个词，白色。太简单了。黑的、白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绿的、蓝的、灰的、你的、我的、他的、大的、早的、小的、圆的、扁的、好的、坏的、新的、歌的、得的、得的、黑的、白的，各种花色任你选择。气球，好，王牌家族队获胜。然后现在到嘉宾队。燃烧我的卡路里，拜拜拜，甜甜圈、珍珠奶茶、方便面，拜拜。可以吗？我们是白色哦。啊？我们不要谐音梗，我们要白色。不要谐音梗吗？对。这么绝情。嗯。怎么会爱上了他？哒哒哒，送他回家。哒哒哒哒，他的是我最不舍的，纸短情长啊。纸是白色的。好，嘉宾队得一分。然后第三首。怎么这么难想？雪一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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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这是雪人吗？我们下一个词。哎，那不行啊，那这样，嘉宾队就少了一题，我应该故意上来。哎呀，想不出来，想不出来。好，2-1，王牌队获胜，这样公平一点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，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希望，点亮我生命的花花花花花花。小苹果。压力压力大，压力大，压力压力压力大，压力。黑凤梨，黑的凤梨。在这寂寞的季节，寂寞的季节。第二首。你是春天绽开的玫瑰，我是秋天落叶的点缀。还有，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啊，歌名是冬天里的一把火。还想一首。春夏秋冬四季轮回，生老病死命运轮回。轮回。好的，恭喜小宋老师三轮挑战成功。姐姐真漂亮，这太简单了吧！来，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。看吧。肯定是邓紫棋老师的。没问题，我能否冠军之外？我太强了。维维老师了，我对。这个怎么这么难啊？好，听一下吧。正确答案吧。啊！感觉倒放出了另一种感觉。这太简单了，如果有来生。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，等候鸟飞回来，等我们都长大了，就生一对娃娃。好，我们已经有三首歌挑战成功了，再来试一下最后一首歌。
向日葵。不对不对，是不是花老师？花花老师，好熟悉，酷风啊。穿破风暴中雷电，抹去淹没我的灰，似乎蝴蝶换地灭，贯穿千里的边界。恭喜我们小凤老师挑战成功。恭喜小凤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小宋的 free time，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表情包五连拍，惊恐、不屑、疼痛、高冷、开心。好，今天小凤老师 free time 就结束了。